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油润，咱们刚切开，油都一直在往外流啊，轻轻挤压一下，能不能看到？山珍清香无异味，切开才是好火腿。大家闻闻这个火腿香不香？像咱们去给大家收火腿的时候，按照老人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咱们必须给火腿打上三针，才能确定这是一条火腿。血筋子这个地方咱们得打上一针，三叉骨这个地方咱们得再打上一针，就是最后就是咱们腕 Q 的一个位置的再打上一针。一条好的火腿的话，它是经过了多重检验的。接下来咱们就教教大家如何去打这三针。第一针的时候，咱们从血筋这里打进去，然后闻一闻，清香味十足。咱们洗一下针，继续第二针。第二针的话，咱们就从八辣骨这里打进去啊，同样的拿出来闻一闻，也是非常香。再洗一下针，最后一针，咱们把腕 Q 这个地方，腕 Q 这里打进去以后，咱们同样的闻一闻，也是非常的香啊。这条火腿八九不离十，是一条好火腿了。接下来咱们就烧模切开，给大家看看肉质肉色到底如何。八拉骨一拉开，好坏不用猜。朋友们看看这条火腿的它的一个肉色以及它的一个油润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咱们接下来就把它切开吧，给大家看一看。现在表面的一个氧化层咱们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非常的一个漂亮，肌红翅白的。咱们接下来把横切面切开给大家看一看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油润，咱们刚切开，油都一直在往外流啊，轻轻挤压一下，能不能看到？金钱一切开，财源滚滚来。大家闻闻这个金钱香不香？大家看看这个横切面，真的是非常漂亮的，油润的话也很好。这样的火腿吃到嘴里真的是肉质滋嫩，杠 Q 的香啊。现在整只火腿的话咱们已经处理干净了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火腿的一个油润啊，咱们刚切开的时候它就在流油，油润是非常好的。而且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块皇冠，皇冠上面同样的如此。为什么咱们的火腿会流油呢？就是因为它发酵的时间比较长，水分的话已经蒸发完了。像这样火腿的话吃口是非常好的，就真正做到了一个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。好了，咱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，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的朋友评论区下方给我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